当我们听到这二泉映月的曲调，就会联想起瞎子阿炳沿街拉琴的情景。那音调像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又像是在倾吐心酸痛苦的遭遇和对黑暗旧世界的怨恨控诉。阿炳的一生是非常悲惨的一生，他妈妈死得很早，阿炳从小失去了母爱。童年的阿炳由于生活所迫，跟随父亲化雪梅出家做了道士。化雪梅是江南丝竹的名手，阿炳在他父亲的熏陶和抚育下努力学艺。师父，你现在必须注意暗房，各执暗弦，贵在沉着，切忌轻浮。若执法无根基，则必然是琴音紊乱，艳人听闻呐！啊，嗯，哎呀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我扶你去躺一会儿吧。师父，慢点。我能走，你也该歇着了，晚上还要练琴。某儿子的见愁人，都见你来帮助我说说真子，也心真。秦姑娘，秦姑娘，马师母，宗师傅来了。生意好吗？哎，好什么？
客栈空着，房子没人住，有什么办法？谢谢马师母，看你说的，多承您关照了。您慢走啊。爸爸，阿炳哥来了。阿炳啊，来了。钟师傅，哎，前辈，坐呀。哎，坐坐。您坐。啊，爸爸。嗯。喝水呀。啊，钟师傅，最近几天生意还好啊？嗯。哎，这年头啊，难呐。哎，阿炳哥，这两天怎么不见你来呀？啊，我师父病了。哦。他又不肯歇着，非要硬撑着陪我练琴。这几天他咳得更厉害了。是啊，华师父为了你，真是费尽了心机呀。阿炳啊，你今天能有这样的琴艺，也不枉华师傅的一番心血啊。您老人家过奖了。钟师傅，我学的琴艺论家传是我的师傅，是啊，论师教还是您老人家呀。哎，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啊，阿炳啊，嗯，你改的道春来的公尺谱我已经看过了。您看行吗？道家的泛音本来大都是来自民间音乐，不过道家音乐要比民间音乐庄重严肃，经过你这一改，其情其意均比原来曲牌动听啊。拿琴来。阿炳，阿炳，师父，你刚才拉的是什么？是
道春来。怎么？道春来会是这样的？是根据道春来改编的。道春来这个曲牌是梵音古曲中的精华，你为什么要改呢？师父，你别生气啊。道春来这个曲牌我是很喜欢的，只是觉得有些地方太刻板沉闷，就和别人琢磨着改了改。和谁啊？钟师傅。是那个卖唱的钟老头？嗯，我还和钟师傅商量着想把曲名改成寒春风。在我们道教梵音中，这支曲牌早已失传了，所以我才把它传授给你，可你却胡乱修改，里面还夹杂着世俗的邪气。这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别生气呀！啊，我不是生气，只是担心呐。你喜欢民歌、小曲、小调，可是对正统的梵音曲牌却不注重。这样下去，我担心。师父，我，你进道院已经十几年了，不在道教四柱上生化，却经常和那些卖唱的。师父，他们里头真有些高人呐。那个卖唱的钟老头，为人忠厚正直，二胡拉得也很出色，向他学些琴艺也是无可非议的。可你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和教规呀，不能忘了正统的梵音曲牌啊，否则你将来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呀。是。阿炳，你为什么要把道春来改名为寒春风呢？师父，寒去春来，初春的风仍旧是寒冷的。我从小失去了妈妈，跟着您生活了20多年，却不能叫你一声爸爸。我从来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。春天的风也是寒冷的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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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，爸爸。华雪梅死后，一把二胡，一面琵琶，就成了阿炳寄托感情的伴侣。他热爱音乐，又勤于学习，数年如一日，不分冬夏，琴不离手，笛不离口。他学会了多种多样乐器的演奏，几乎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，
成了无锡道教中出色的乐师，人称阿炳小天师。阿炳兄弟，赵先生，阿炳兄弟出事儿了。什么事？老钟师傅昨天被几个流氓打伤了，伤势很重啊。啊，你一定要去看看他。好，我就去。我到学校告个假，马上就去。哎，好。啊，师弟啊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哎，师兄，师兄。清源法师已经起床，马上就要念经做客送了。不，我不能不去呀。哎，爸爸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上街。爸爸，不做生意吃什么？可您的伤，钟师傅。啊。哦，阿炳哥。姐妹，钟师傅，阿炳。你来，前辈，怎么回事？就是那个姓李的李老虎，说是当上了什么警长，要开祝贺会，他要我们去唱堂会。我爸爸看他不怀好意，就没去。谁知道今天下午刚上街，叫一群流氓给打了。李老虎这个坏蛋，他在无锡做的坏事还嫌不够啊！姐妹，请郎中了吗？小琴，爸爸，阿炳，秦姑娘，哦，阿炳兄弟来了，马师母，秦姑娘。你们家遭的这份难，我真不好开口。马师母，我们两天没出去了，站房前。你们家的难处我知道，可今天要上捐，再说开门七件事，我一个妇道人家也真难支撑啊。马师母，钟师傅是您的老房客了，您就再宽容一下吧。那好吧。哎呀，爸爸，钟师傅，您，爸爸，上街。哎呀，爸爸，不行啊，刚吐了血。爸爸，钟师傅，老天爷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爸爸，钟师傅。姐妹，走。干什么？上街。山里水。
曲麦唱呀走四方，北京里相思亲人，寒冬腊月盼春光。谢谢，哦，谢谢。前辈，够了吗？光是还站房钱都不够。哦，诸位，诸位，下边再请秦姑娘给大伙唱一段《四季相思》。好，来一段，来一段。奇闻，雷尊殿的小天师，大清老早不在雷尊殿里诵经做客诵，却跑到这庙会上给小娘们拉弦卖唱，有意思。他爸被你们的人打伤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穷人也得吃饭，我是帮他做生意，管你什么事？哼，雷尊殿是我们李警长管辖的地段，对于你们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，我们不能不管。你，秦姑娘，唱上一天，你能赚几个铜板？李警长让你们去唱堂会，是为了抬举你。可你那爸爸不识相，好了，回头去一趟，只要你听话，我在李警长面前替你求个情，亏待不了你的。哎，阿炳哥，赵先生，拿着吧。赵先生，您把长衫当了，救急要紧呐，啊！谢谢。阿根，你可不能这么做呀！阿根，你把孩子送进医堂，我可怎么活呀？要不送有什么办法？阿根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不往银行里送，回去也得饿死。孩子是娘的肉，要死也死在一块儿啊！哎呀，你放开吧，阿根。
拿着。阿庚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阿平兄弟，你快救救我们家小梅吧！阿庚哥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要是有活路，我能把孩子往这儿送吗？阿炳兄弟，今年太湖里打不上鱼来，可船租却一文钱都不能少啊！我实在交不起呀。昨天李老虎又派人来，把我家租的船给收回去。眼看一家人要活活的饿死，我才走了这一条绝路。秦妹，把付账房的钱先给我，以后我再想办法。哎，阿炳兄弟，不，这钱你不，你先拿着，以后再慢慢想办法，啊！我可怎么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呀？阿炳师兄，师兄，哎呀，你让我找的好苦。早晨你没做客送，清安法师气坏了。啊！阿炳，今天早晨客送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通安寺去了。干什么去了？帮别人拉琴去了。早晨的客送你不做，却到街上去帮人拉琴，什么人比跟天尊做客送还重要啊？这回发给我。我还是让我替你回答吧，是给那个臭要饭的卖唱的女人拉琴去了吧？清源法师，昨天钟师傅被打伤了，我才去。住口！你嬉戏于街头，这是第一次吗？你经常跟卖唱的人鬼混，弹奏小曲儿小调，有伤风化。刚才李警长派人来，命我严加管教。清源法师，我没做有伤风化的事啊，我只是想从老琴师的琴艺上得到指点，从曲调上吸取民间乐曲的神韵，所以。你眼里就没有了道家的教规，心里就没有了天师的至尊，把小曲儿小调当作神圣的梵音来演奏，你还像个雷尊殿的道士吗？还不快向清源法师忏悔认罪呀！我没有罪呀！你这个败类，玷污道院，践踏清规，伤风败俗，毁我教义，从今日起赶出道院。
阿炳带着父亲遗留下来的二胡和琵琶离开了道院，无依无靠，前程渺茫，不知投奔何处。你找谁呀？会弹会拉吗？会的。年轻人，你精通哪一件呢？这些我全行。啊？你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吧！啊，吴老板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试试看吧。那好吧，先拉段二胡。好。点吧。拉段喜庆的曲牌。好。味道，再弹段琵琶。好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什么曲牌啊？随你便。那就弹段《昭君出塞》。好。弹了，真有味道啊！啊，谢谢。哎，我怎么看你有点面熟啊？您的大号，法名化验君，现在不用了，小名阿炳。哦，原来是雷尊殿的小天师啊！怪不得了。怎么，你还俗了？啊，哎，一言难尽呐。就凭你这两下子，我收你了。包银百米一担，赏钱除外，怎么样？好。阿炳哥，阿炳哥，小五子，哎呀，你吹笛子真新鲜，这么冷的天儿。干嘛站在高处迎着西北风吹啊？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嘛。小五子，这双吐单吐，长短运气、音量大小，都得苦练呐。嗯，以后才能自由的把握。哎呀，我要有你这本事，我就知足了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叫这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啊。对。好，我帮你练二胡。这手都冻僵了，怎么练呢？哎，我有个办法。喏，
拿着。阿炳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小的时候啊，就这么练的，把两只手往冰雪里一放，等冻僵了以后再拉琴，然后啊，就使出全身的劲儿拉呀弹呐，一会儿手就发热了，这冻僵的手指就更灵活了。啊，你这功夫可真不浅呐。赵先生，您真的要走了？走了。赵先生，为什么非要走呢？现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，我也不能坐视危在旦夕的国运呢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嘛。在无锡城，您是我最崇敬的先生。可是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，阿炳兄弟。劳苦大众非常欢喜你演奏的乐曲。我虽然够不上一个知音，但是对你的琴艺还是很钦佩的。阿炳兄弟，你要好自为之啊。再会。好，一路顺风。今天晚上这场堂会可是一桩好生意啊，100块现大洋，大家就不用愁过不了好年了。谷老板，那户头点了哪些曲牌呀？别的没有专门点，就是在上寿的时候点了庆寿星这个曲牌。哦，阿炳哥，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啊。这套锣鼓吹打我也好久没摆弄过了，得好好的练练呢。哎，好吧，大家赶快回去练一练，一会儿咱们合合啊。哎，好，走吧，走。小五子，哎，一会儿我帮你练二胡。对对对，你得好好的练。好，先去了啊。哎，韩先生，哪家办的堂会这么阔气？那还有别人家呀，警察局的李督察长啊，李老虎，他不是警长？哎，人家现在可高升了，又升官又祝寿，全无锡城有名望的都去庆贺呀。哦，谷老板，我不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今晚堂会我不去。阿炳啊，这可不行啊。今儿晚上是李督察长的高堂老母70大寿，李老太太专门点了庆寿星这个曲牌，又是吹打又是弹拉，这七八样乐器一起来，除了你谁也摆弄不了啊。顾老板，今天晚上说什么我也不去。你要是嫌包银少，咱们好商量嘛。哎呀，顾老板，您看我是那种人吗？那你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我不能为那些衣冠禽兽演奏。
你要是拆我的台，阿炳，可别怪我不讲交情。阿炳哥，阿炳兄弟，我不去。你要是不去，我这儿可就不能留你了。阿炳兄弟，像你这样的人离开这里，你可往哪投奔呢？我就是饿死，也不给李老虎演奏。阿炳离开了月谷班，举目无亲，不知何处投生。他只能去投奔钟师傅和秦妹。小天师啊，好久不见，要住客栈吗？不，我找钟师傅。哎，你来晚了，他们走了十来天了。啊，走了？李老虎派人来让秦姑娘唱曲子，钟老头不肯去，又怕李老虎来巡视生非，父女俩就偷偷的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听钟老头说，怕秦姑娘落在李老虎手里，要逃出无锡到外地去。哎，卖唱卖唱，走街串巷，哪有准地方啊？小天师，听说你进了月谷班发财了。又离开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阿炳流落街头，靠卖艺为生。从此，无锡城里城外大街小巷，每天都能听到阿炳的琴声。
炳哥。秦妹，船上也没客，你在给谁唱呢？老板，求求你停一停船，让我见他一面吧。你也不是千金小姐，谁见都行啊。谢谢老板。谁付钱呢？老板，他。他是我阿哥呀！哼，你阿哥？你阿哥也得付钱呢。老板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老板！不行。不是在做梦啊！不，阿炳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是你的琴声引我来的。你是从哪儿来啊？我是从登船上逃出来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上登船了？你阿爸呢？阿爸。
就这样，我在登船上当了歌女，三天两头挨皮鞭，挨了皮鞭还不准掉眼泪，还要装着笑脸给那些少爷老爷们唱曲子。秦梅，我到处找你们，找得我好苦啊，现在可好了？我上了登船几次像跳太湖一似，可是想起爸爸临死的时候嘱咐我的话，我就得活下去，在风里浪里咬着牙关忍着痛苦，就是为了今天呢。秦妹，你阿爸临死的时候留下什么话呀？爸爸说，你跟我一样，从小没有妈妈，后来又没了爸爸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爸爸把我托付给你了，还说什么？让我们俩苦度光阴，相依为命。秦妹，阿炳哥，阿炳哥，刚才你拉的什么曲牌？还没有取名。我看着二泉的月影，心中格外的悲愤，就不知不觉地拉出来了。我一听就听出是你在拉曲子。为什么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我怨恨着不公平的世道，有苦没处说，有理没处讲，我只好把自己的情感都寄托在琴弦上。真好听，现在还零零碎碎的，没捏到一块儿去。哎，阿炳哥，先给这曲牌起个名字吧。我看，就叫二泉映月。二泉映月，太好了，这曲牌名真美。哎，阿炳哥，我等着听你拉着二泉映月呢。
唱的，走啊！上哪儿去？让你们上船去唱。我们还没收场呢。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我们还没吃饭呢。少啰嗦！你们要是唱好了，还怕不赏给你们一顿好酒饭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哎、走吧你，快点！哎呀，卖唱的来了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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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加加加啊！来吧，嗯，哈哈，久违了啊！雷尊殿的小天师，无锡城的民歌女，太好了啊！夫唱妇随，夫唱夫随。天作之合呀！啊，好，你们把我们抓来，要干什么？什么抓？不不不，是请啊，请你们来唱个小曲儿。我们只在街头上卖唱，不上船唱。哎，秦姑娘登船上都能唱，我这花钱租的客船为什么不能唱啊？好了好了，我按登船上给赏钱啊。他早就不干了。不干了，哼！说得轻巧，秦姑娘是那个姓贾的船老板用30块大洋买下来的，你拐带他逃跑，犯了法了，贾老板已经告了你们。要不是我看在秦姑娘的面上，你小子早关监狱了。今天几个朋友。为我荣任分局长摆船宴，缺少丝竹演奏，美女伴唱啊！你是名闻无锡城的高手啊！来来来，先拉个欢乐喜庆的曲子开场，助助酒兴啊！那好吧，阿炳哥。哎，今天局长老爷高兴嘛，应该拉个吉祥的曲子。妈的，老子要听欢乐曲儿，你怎么拉哭丧调？局长老爷，你们是喝足了酒，吃饱了饭，没处消化，看看太湖风景，听听曲子。可我们呢，卖了一天的唱，还饿着肚子。
能拉出欢乐的曲子吗？反了，反了！你触我的眉头！来人呐，给我把这臭拉胡琴的捆起来！你们不能欺负人！我一不卖国，二不犯法，你们凭什么捆我？妈的，老子不光捆人，还打人呢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亲妹，别求这些败类！妈的，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阿炳哥，阿炳哥，你们不能打人啊！阿炳哥，不能打人！你们，阿炳哥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呀！不打也行，只要你对我唱，给我笑，我就饶了他啊！亲妹，宁可死，也不给这些乌龟王八蛋们唱。好啊，你敢骂我，好大的胆子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。阿斌哥，阿斌哥，你们不能再打了呀，不能再打了呀。阿斌哥，阿斌哥，不能再打了呀。遭到毒打，秦妹又不知下落，她焦急，她气愤，她悲伤，她恼恨，这意外的打击和精神上强烈的刺激使她的双目突然失明。天地怎么这么黑呀，世界怎么这么黑呀。瞎了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生活比以前更加悲惨艰难。可是他眼睛虽然瞎了，却更加看清了这个人吃人的黑暗世界。他只有用他的艺术来抒发心头的感情。回忆往事，那吃人社会的恶势力使人民沉沦在苦难之中，这怎能不激起阿炳心底强烈的回响啊。听着那清脆的泉水声，他仿佛听到了人民大众凄婉的
叹息，又仿佛听到了人民大众呜咽的哭诉。明月呀，你能照亮惠山的葱林泉水，可能够把祖国河山照得无限美好光明。阿炳哥，阿炳哥，哦，小五子，昨天晚上你拉的曲子真好听啊！哦，你们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全无锡城都听见了。哦，哎，阿炳哥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今天东北流亡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，走，跟我一块听听去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山遍野的大豆高。
好，先生，请您指教啊。很好，很有时代感，你奏出了民族的大众的声音呢。哎，您过奖了，我只是心中有一团火呀，想用琴声来抒发我心头的怨恨呢。是啊，琴为心声嘛。阿炳兄弟，你有怨，你有恨，你痛恨这个世界，你盼望着光明。可是光你一个人抒发感情还是不够的呀。那我，你手中的乐器并不是无用的，可以用它唤醒民众，起来斗争啊。弦儿一弹，那叮咚响，父老兄弟听啊端详。无锡城里有一条变色龙，四面玲珑，八面光。当年他投靠那东洋人呐、啊，摇头摆尾怒猜想。卖过秋荣海百姓，后二代冒当局长，如今他又变成国民党。难道女长飞黄腾达最吃香？哦，妈呀，那个下药犯的还没死啊！我问你，还认得我吗？我眼睛瞎了，心里明亮，好人坏人我心里有数。哼，你刚才唱什么来着？我爱唱什么就唱什么。你唱的谁？再也听不到瞎子阿炳的琴声。
阿炳兄弟。可找到你了，赵先生。下一个节目，琵琶独奏《龙船》，表演者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瞎子阿炳。赵同志看你来了，阿炳兄弟，赵先生，来这边坐。哎，真叫人高兴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喏，来，啊，坐这儿。哎呀，来坐，坐。阿炳兄弟啊，这些同志全是学民族乐器的啊，他们都说要我带他们来拜你为师啊。啊，不不不，不敢当啊。我已经有好多年不摸乐器了，荒树的时间太久，那我的手也不听我使唤了，不能够表达我的感情了。阿炳哥，老赵同志还给你带来了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北京欢迎你去开演奏会。开演奏会？对，还要请你去灌唱片。还要灌唱片？是啊，要让世界上都知道，中国有个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。阿炳兄弟，音乐学院还要聘请你去当国乐教授呢。让我瞎子阿炳去当教授，一个流浪艺人，要饭的瞎子去当教授。阿炳兄弟，在新社会，你在艺术上的成就不会再被埋没了。阿炳兄弟，可找到你了。我们一直在找你呀。啊，你是阿根哥。哎，阿根嫂。哎，小梅，这就是妈常跟你说的阿炳叔，你的救命恩人呐。谁？就是那年差点送进育婴堂的丫头。哦，阿炳叔。Thank you.
听你拉二泉音乐呢。